小女孩温馨合唱，这样的场景罗宾汉并不陌生。来自苏格兰的他做音乐这么十多年，还曾经拥有过金曲奖，而这么有才华的他，现在的落脚地就是台湾的屏东。这里是我父亲小时候在乐家村。爸爸带罗宾汉到了台湾，从此他开始体会宝岛的美。最早是我跟我女儿住在台东，然后有这边三地门的朋友，他就说：“哎，罗宾汉，你这个唱歌的好听的声音啊，我们在三地门也需要。”朋友的一句话改变罗宾汉的一生，带着女儿到三地门这一住好几年。很深的那个文化，然后人是 very nice， 非常 friendly。后来搬到屏东市区继续做音乐，罗宾汉的第一首音乐剧就是在屏东演艺厅演出，其中一首歌曲更是他的精心杰作。是我写叫 Formosa Lily， Lily 就是百合花，我觉得 Formosa 就是这样子那么美的一个小岛。And that I love, I will sing a song for you。描述台湾的漂亮风景，用希望岛三个字形容台湾。罗宾汉其实不用亲口说他到底有多喜欢台湾，因为他已经把所有的情感都浓缩到这首歌里头了。